万众期待 Union City 大多伦多 Downtown Markham 大型发展项目。它由著名发展商 Metropia 推出，它将生活配套、娱乐和休闲空间完美结合，并且塑造万锦的新地标。万锦是加拿大其中一个高科技和创新中心，亦是加拿大第二大的科技企业集中地。当地拥有1500间高科技企业，例如是 IBM、AMD、高通等等，力争成为加拿大的矽谷。项目所在的 Downtown Markham 已经被拣选为省级交通枢纽，而且附近一带有大量华人聚居，自然拥有众多亚裔店铺。项目邻近不少基础设施，包括可以直达多伦多市中心的 Union 元高火车站，即将落成的约克大学万锦校舍，和按照国际大赛标准兴建的体育馆 Markham Pan Am Center 等等。而15分钟步程可以到商场 The Origin， 入面有戏院 Cineplex Markham， 同埋有大量中式店铺的商场朗豪坊。Union City 一共有三栋大厦，分别楼高44、40同36层，一共有大约1350伙单位，间隔分1至3房。如果想知道更多详情，请致电 Signature 110。